人龙排在庙前，站着排、坐着排，也有人躺着排，队伍绵延了 1.5 公里。谢谢好，谢谢。工作人员一一盖章确认，除夕一早，民众不是在家里帮忙，而是到南投紫南宫前排队等领钱目。三公顷，三公顷就来等了，就来等了。我家拢三公顷多，在拜里头啊。三天前就来排，为的就是第一张号码牌。民众开心到不行，但围炉年夜饭怎么办？就在这里吃啊。嗯。哎呀，我女儿会带来啊，她会拿小桌子来。哎，别底下住，别底下住啊，别底下那个围炉。锅碗瓢盆统统带来，直接开煮。队伍里吃年夜饭也算是特殊体验。看这情形哈，明天也会准备非常多，所以我那个财母哈有多准备一些。阿妈仔只要。就是讲前2000个哈，有些的金鸡蛋啦。紫南宫鼠年前母越接近发放时间，队伍会更长，而不止南投人会很多的，还有这里。庙方人员忙着将纸钞放进红包袋里，但这纸钞的颜色很特殊，不是红的，也不是蓝的，而是绿的。我以为里面包了2张美金呢。西罗福星宫准备了8000个美金红包要发给信众，但想领要在子时抢完投降之后。桃英的奖品有马祖金项链。日本赏樱来回机票，过去经验8000个红包，一个小时内就会秒杀，势必也引起排队热潮。这6名连员兵战警陈 SNG 小组南投云林采访报道。